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女星陈意涵三年前公开与发型师男友汤姆恋情，日前却被曝与和平分手，但她本人并未证实。7月11日，她在脸书大方回应感情状况，宣告变回单身狗。陈意涵2014年认爱汤姆后，两人不时被目击甜蜜约会，恋情看似稳定。但上月传出因为她有多部戏要拍，而男方也常跟着艺人去各地工作，两人因此聚少离多，感情变淡。当时经纪人仅表示私人状况无法响应，而今她直接在脸书晒出独照，明白写下单身，证实和发型师男友三年情断。